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话，乡亲时代大家好。咱今嘛啊，倒转来第二段，又换到咱叶文兴啊，叶神拜哈、啊、老师啊来啊，过来啊，甲咱来探讨一下讲，你为拄只伊唱的这个讲啊，两首内底，伊讲伊也袂晓唱歌，五音不全啦吼，也毋捌乐器啦吼，今嘛会当自弹自唱啊，歌声搁遮尔好。最主要就是讲，你唱的，就是讲我拄只咧讲安怎。尊古法制造，不是迄个新的迄、那个唱法，然后新的即马即个少年人唱的哦，啊，望春风啦啥啦，拢加较早的迄个无同款，较早的曲盘的会出来都无同款。当然啦，社会的进步乐器啦，经过电脑的这个变奏啦，伊的调音啦，拢无同款去安尼啦。啊，我即马要来甲你请教啦。你正讲讲吼，安尼弹，这个弹，这个是偌久才有法度弹一首歌出来，这足无简单。哎，问到你上困难的所在。是安尼啦。哎，拄开始的时候真困难，真困难。我就知。尤其吼，拄只讲到这个唱歌吼，我第一遍上台可能是差不多我学五六年以后，啊，讲到老几代，讲一个老几代来听我卖啊咧。我老师洪水丁老师带阮去这个高雄，去高雄表演啦哈。我就唱一条歌叫做《款式歌》，老福全先生伊所写这个《款式歌》，本来是。四个人，阮四个同学，敢若我一个十八个，啊，十八个排伫较优先啦，因排伫第一个，三个十八个排。恁较有胆。毋是有胆啦，优先予十八个先唱就对啦，吼。啊，迄天呢，有一个同学走去佚佗，啊，就要上台表演，伊无爱来，伊就无爱不爱上台，啊，我心情足歹，我就伫咧想讲，啊，就要。练遐久就是要上台啊，啊无你练歌是要创啥？啊，就去找伊，去找伊的朋友去佚佗吼。所以感觉心情无啥好。伫台顶，阮各有拍鼓，各有大讲，还佮洪水丁老师拢总七八个人。迄个前奏就走落去吼。我袂禁囥咧，啊，就麦克风举咧去台中对头前到尾，一个人包啦，总包。哦，唱歌。安尼都足够啊，足够。哈，足够，足够，有够爽的。我唱个对头工唱唱到尾。嘿，拢唔免休困。中间拢唔免节奏。我会记得当时有一间电视台，敢那是民视的款啦，吼。民视伫下骹伫咧录影。好，所以开始飙啊，你敢知吼？飙煞，足爽，足欢喜，啊，就要落台。落台，我就行到台边啊，差不多过两步就要落台咯。啊，有一个老前辈，陈美珠老师，甲我拍一个这个倒手，这肩胛头甲打一个。我歪头过来问伊，什么代志？一句话粗粗，敢袂使讲诶？会啊，无要紧啊。伊讲百无禁忌。伊甲我讲，少年诶，我讲什么代志？你拄只咧唱什么潲？哎，我开始，我听无，听无，嘿，我唔知啦，啊，我落台啊。嘿，迄暗暝我住伫旅馆，嘿，我就甲阮老师洪水丁，我甲投啦。嘿，老师，老前辈骂我，阮老师讲，伊骂你啥？我讲，伊骂我咧唱什么小？洪水丁老师耍来去讲，叶文生，我要才要问你，你到底唱什么小？可怜我。我本来就是一个问号，准备考出来，考未啦，考未啦，未啦嘿。本来就是问号，现在变成个大问号。我就走去问我一个同学，我是阿米，啊，我拢叫阿米阿米，阿米阿米啊，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那老前辈骂我，啊，老师骂我。我这个同学跟我讲，文星啊，伊拢叫我文星啦，文星啊。哦，你是有够搞啦！老公拜托了，搞个强嘛！伊就问我讲，有一个华人，
敢那伫美西个款啦，美国西部啦哈。嗯。或者人予伊一个名叫做左音歌王。哦，左音歌王。你捌无？我讲，我报纸敢那捌看过，但是唔捌听过。嘿，伊讲，我甲你讲，台湾嘛一个你。哈、哦，所以我问讲。下面做走音啦，下面走音。伊讲，伊讲，嘿，都迄款气啊，讲气发财啊，气得咱汽车钥匙。他弹他的，你唱你的。不是，我讲气得汽车钥匙的气啊。伊讲唔是啦，迄唱歌迄款气的。对啊。我讲，人迄 F 调你敢唱 C 调？嗯。无啦。我伫迄个时间，我有几啊年啊？啊，佫唔知虾米物件叫做气，啊，佫唔知虾米物件叫做音高。哦，音阶，嘿，嗯、这完全都唔捌，那我嘛有几啊年呢？啊，不过迄老师唔对，老师无甲你教，因为你也无缺课，啊，你哪会无听到？我是捌安尼啦，我甲老师反映，我讲老师，伫咧唱这歌吼，我来唱，我咧艰苦艰苦，敢咧唱无，唱袂顺，袂顺，对，唱出来。啊，老师拢唔捌甲我讲为什么？伊拢无甲我讲。伊就人讲你气了伤观音，还是气了伤低音，啊，气了无够。无唔对，因为刚才我一个直播的人吼，啊，所以阮老师在咧教的是拢用直播器。哦，好好。哈，啊，你用直播器在唱。啊，我唔知啊，我都唔捌啦。我就甲老师反映讲，老师，我咧唱歌干哪吼，唱袂落去，唔知是安那。啊，老师主要唔捌甲我讲，唔捌甲我讲直播无感官器，因为我嘛拢唔捌啦。你安尼在讲，我甲水林姐这个迄落二三十年的交情，我拢会当体会。伊安尼甲你讲哦，足正常诶。所以，我感觉这是一个。和你一个教迄落叫做活生生的教。迄落随堂教导安尼啦，就是讲你唱的你的气，甲伊弹的迄个音乐完全就无下就对啦。你唱你的，你唱甲足爽的，人伊弹的人弹甲足艰苦，是要对你也好，啊唔对你也好。啊，我阁唔知照。啊，其实听的人是足艰苦。哎，足艰苦的，不协调。但是我无音感的人吼，无音感的人唔知。唔知讲噪音去，因为我伫迄个时间吼，我阁唔知虾米叫音高。做完了新闻，你知无？所以甲我讲，咱台湾嘛是噪音歌王，就是你。噪音歌王，啊尾啊呢？尾啊有歌，你有阁表演第二场、第三场无？有，都讲迄日都着讲迄个，迄个推出，迄讲无？到尾啊有一遍哦，伫咱即个。台北市中山北路叫做台北故事馆。哈哈哈。哦，即天我嘛是去唱款式歌。同款。啊，有噪音无？即边。啊，我讲互你听。轮到我也是，阮老师提一支麦克风，伊讲啊，刷落来，咱由叶文生来甲咱唱款式歌。啊，我拿着这支麦克风，我就讲各位朋友大家好。我即卖要，我对洪水镇老师学琴十外年，我即卖开始要来唱这个款式歌，啊，就哒哒哒哒哒开始唱，唱煞落来吼。有一天老师甲我讲，叶文生，我甲你讲吼，你前奏听无就好啊。我想讲前奏看家己扭会转来未？你无啦，你对头到尾拢唱你家己的啦。啊！你搁讲对我有十几年，哦，我要说大概你这个耐心啦。伊搁我讲一句话足严重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后摆出去外口，唔通讲我教你的。那即马就会使大声讲啊啦，讲我就是水丁老师的学生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搁甲你要唱进前，我你要唱款式歌前，我搁甲你请教者。你当初等于学乐器嘛，是咧学唱歌的时，恁爸有甲你讲哦？哎呦，阿星诶，我予你一箍啦，你莫伫厝内唱啦，你去餐厅舞唱啦。敢有讲安尼？敢有足惨？我老爸毋捌听着我唱歌，我九五年开始学，一九六年就走。哦，所以毋捌听着我唱歌。你本来你诶本意就是要学乐器，要学爸爸听诶。是啦，较食老师较袂无聊。嘿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结果无听着。我老爸无听，啊阮老母就有啊。哦，啊，我老母活到九十几岁，所以我也是想带出去。哦，带出去，啊，你起码你着街头艺人嘛，你有靠着接招啊嘛，啊，所以讲你若出去街头表演的时，你着会当
会当带妈妈去安尼，啊，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吧。嗯。哦，安尼你原来足幸福的人啦。哦，啊，即马咱就来唱迄、那个啊《劝世歌》。你家己弹未走起来，因为你家己弹，你唱哦，要别人弹个，甲你唱的无同。啊，你即马你家己弹，家己唱，应该拢迄个套房的。我较早嘛是家己弹，家己唱，咪走去啊。哦，咪走，无紧啊，伫咱遮也毋是。无下我毋知啊。嘿，无紧，嘿，咱伫咱遮毋是迄落，毋是讲，毋是要互你考试的，无紧啊。哦，咱主要是欢喜就好啦。对袂欢欢喜就好啦，吼。对，空五年以后，我就去考市台北市、宜兰、桃园、苗栗、台中，街头艺人，啊，我拢唱一条啦。哦，拢考。到尾啊，尾啊，加减有进步。哦，有啦有啦，我做做其他的。有进步，有进步以后啊，所以我去考拢真顺利哈，这条歌也袂唱完就过啊。哦，老师就甲你按铃了。啊，因为捌去台中的时候，伊唱我唱还袂几分钟，就走起啊。我第一想讲，那毋是上好就是上歹。哎，后尾也嘛是有摕到牌啦。好，安尼吼，好，安尼吼，我来吉他好，《劝世歌》。老好作伴的《劝世歌》哈。Come on.
实在有影，让人足感动的。我就感觉讲，咱即马咱的社会哦，感觉一片混乱。是。吼、哦，这几十年来，吼、哦，安尼这个，尤其这个安尼十外年来，安尼一片的混乱。啊，尤其最近搁较乱安尼。是啊是。啊，人甲人的中间安尼占领。吼、哦，你看迄。棍啊，安尼，大声安尼，后壁安尼，家讲安尼拍，已经规身躯流血流滴啊，搁安尼拍安尼，迄有人讲话讲人啊，这你的囝啦，伫个路啊，安尼几下个人抓着安尼，家讲安尼，家拍，迄你是啥物？那恁囝你是啥物心情安尼？啊，搁迄落车弄着人了，较紧驶走，啊是讲安尼，凊彩就弄死几下个安尼，感觉讲无尊重迄个生命，甲人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感受啦，感觉你这个吼、喔，爱用白话。所以，咱台湾过去一段时间哦、喔，尤其即卖社会，较无真侪人无良心啦，讲个歹听。对、喔嗯，啊，佫欠缺迄款的同理心啦。是、喔，就是讲，我今仔日若是对方迄个人，怪变哪？是啊。要安怎去处理这代志？对啊。所以，其实咱台湾讲这个宗教吼、嗯，有啦，有宗教，但是拢走小可偏激啊，你敢知哈？不是小可偏激，即卖宗教企业化，拢伊会当募款，会当地主地愈济安尼哦。劳斯莱斯一群啊，目睭眯着都两呆安尼。是啦，你要倒来去找。即卖台湾宗教拢，你甲看真济真济大宗庙吼。是。哦，迄款收入拢足济。啊、但是伊对着真正人、咱人的心灵、心内底面教化，较欠缺，对，根本无好吧、哦？啊，你看卖讲啥？即卖人就是宗教拢互政治人物伫后壁咧掌控嘛。你看迄啰台中迄个大伽妈祖，迄个金牌啦、钱啦，安尼逐工逐暗吼，爱用迄啰小山猫安尼落去撸吼。待下副的清朝，迄、那个未来阁予人落安尼，啊，结果呢？你伊敢有讲，较早迄个庙，设迄个庙的主要的迄个元素的迄个初心是要创啥？是要帮助遐困苦的人嘛？啊，予社会阁较好，阁较平静，啊，阁大家吼阁较友善嘛？所有的宗教应该拢叫人讲爱做善嘛？啊，结果唔是啊，即马宗教就是。迄啰啊，迫害环保啦，啊，伊挽钱啦，挽人啦，搁较低级的，就是哦，骗财骗色啦，啥物安尼？是。我感觉讲咱这个看世观吼，爱让人知影讲吼，人啥物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啊，人吼唔免讲安尼计较加安尼，哦，我感觉足艰苦的。所以我甲即马即个年纪吼，两礼拜以前啊，我向拐一笔钱。是啊是啊，讲、一个啦，你这无讲出来哦。啊，哥，这个我昨登去玩的装卡吼，才发现我后门去让拍开去，啊，内底物件向敲个那个骨头卡。是啊。啊，那你讲一个，讲你那以老师你的道行来讲，敢要凊彩互人骗的人？其实过去哈，一段时间内底，我接到一款叫做诈骗电话哈、已经有几啊遍，对，啊几啊遍，啊我嘛拢有录音起来，系，啊这个物件，电话我直接的，我来做诈骗，这边那飘起咧，那出错咧，啊实在讲哦，所以、我就感觉咱台湾这人诈骗这人哦，伊都真聪明，啊伊那不用伊聪明去趁钱，啊那是要去讲骗。用骗的较紧啊，一通电话拍一个都偌济钱啊！是啊，因为这边我也去用骗去哦，实在讲，真冤枉啊！有够冤枉啊！有一个人有一天啊，礼拜二暗时打电话，我拄咧伫咧上课，伊讲阿姑哦，我的手机啊都换号码啦哈，你明仔载你后边若要打电话，你用我的新的手机啊。我讲会好啊，啊就挂掉，啊第二天佫打电话来，阿姑，我吼即马去甲人做迄落做法拍屋，我今日咧，即个去标着一间厝啦，我爱一笔钱，啊，唔过我即马人伫外口，
啊，是不是拜托阿姑你吼，甲我读三讲一下。嗯。啊，你是不是拄啊好有一个孙啊？有啊。哦，就是拄啊，你有一个孙啊，伊才会知影叫你阿姑。啊无。报名名嘛对哦。嘿。哦，比如报名名嘛对。尤其最上离谱的所在就是讲吼。嗯。我每一礼拜拢去阮姐姐因家食饭。嗯。通宵吼，去因家食饭。啊，佮礼拜迄天。嗯，佮教我这个孙啊开讲斗阵食饭。嗯，礼拜二暗时靠我，礼拜三再去搞我骗。嗯，我听声听袂出来。是啊，迄声就是变声器。伊就是阮，我听起来就是阮孙仔声，所以我迄个戒心鬼拢无去，拢拍袂去，所以这边才叫骗着钱。哦，啊是。数目无讲停管，就有迄落，迄退休的、无退休的法官，也是什么检察官，嘛是去互人骗几啊千万，搁有迄退休的教授千外万，互人骗了了。哦，我银行无遮侪钱啦。哦，我现金千外万啊。无啦，我若十万，我就真侪啊，我。所以讲哦，人哦，这款细歌爱听啦，吼啊，唔通最恶最毒吼。到时不是报在你的身躯的，就是报在你的周围的，你上亲的、上爱的那个人的身躯的啦。哦，上好卖最恶最毒。啊，你奇怪嘞，恁兜哥啊，你互人骗钱去，连咪恁兜都着贼偷，伊是不是对你哦，甲你蒙甲你一清二楚啊？你的背景甲你讲啊，你着贼偷有较紧报警无？着贼偷无啦，因为阮兜。无啦，我就感觉讲，迄需要报警，凡说甲迄有关系着安尼啦。因为，就表示讲你后壁是毋是互某一个集团甲你掌控着？啊，到时你这个代志若无宣扬出来，你身边的人一拢会做受害。伊会为你遮你甲人讲的，啊，就来骗你，你去甲对面讲话迄个人的迄个通信啊。哦，安怎？你都爱第一爱报警，第二爱甲足侪人你身边亲戚好友吼，落去讲一下安尼，搭袂过阻止歹徒，佮继续骗你身边的人安尼啦。是是是，安尼后礼拜定期我再处理。哎，是啊是啊吼，好啊，咱即摆吼老师啊休困一下，因为早起人安乐啦。你看你还佮会弹琴会唱歌咧，哦，你唔免摕到这笔钱了后，开一下就去啊！啊，良心的不安啊！哦、是啦，好啦吼，啊，钱搁赚到有啦吼，啊，你身体健康，人无受到这个多伤什么伤安尼，都好啊啦吼。对方已经替我收啊啦。好、哦、嘿，对啦吼，啊，咱今嘛老师休困者，咱等下，咱明天大哥倒转来。好，谢谢。